大中华新闻来看到秀水乡安溪社区推广养生派打工，就有拍这个经络哦，舒缓筋骨。后来参加的时段，不管今麦寒流来，天气冷四四，拢真认真来社区上课哦。除了让身体变健康，嘛来优化着社区的向心力。沿着身体经络，不断用手掌来拍打大腿甲双手。三一三二三三。秀水乡安溪社区安排派打工的课程，乡亲拢在你快乐的过程当中，还是着无同款的用心保健方法。很舒服，打一打那个血液循环会很好，回去会比较好睡觉。我在这上课，大家感觉心情真轻松，真欢喜。拍这辛苦的有什么差？我拍了。拍那个本来一早时白下白卡，什么拍了感觉较好啊！我来了后，来这拍了了后吼，这个骨头拢较灵啦。每礼拜拜一到拜五，暗时七点半上课的派打班，无推手就是社区理事长张宏硕。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咱派打工原本是第二车特别举办，咱伫延到十月十三日。才开始来办这派打工的活动，伫遮真感谢派打工的总招执行长，理事长，佮咱有一个郑医师，郑医师嘛，即摆来到现场，来做一寡健康的分享，派打对咱身体真正足好个，社区的居民嘛足欢迎嘛足好个，足踊跃个。咱每礼拜一到拜三，伫暗时七点二十到八点三十，有办这派打工的课程，咱这课程真正足踊跃的，拍出家己的健康，家己健康家己照顾啦，看到老师记得婆婆妈妈同同相手，拍打着身体顶顶下下每一个部位，对来讲，这项简单的运动。不需要任何器材协助，得当达到健身的功效。中华新闻林桂英、秀水采访报道。